吃美食，学吃熟食，超多美食的题哦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吃潮汕特色火锅。潮汕火锅是潮州地区颇具民族特色的一道汉族传统小吃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。在那个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，火锅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，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常客。因为它的外皮用的是成面皮，所以说蒸制后啊显得晶莹剔透。这么多年的传承下来，它的口味有创新，从传统的芋头韭菜，再到新式的猪肉虾仁，每一种都受得食客的喜爱。说这么多，锅到底是什么呢？在潮汕，凡是由米粉、面粉、薯粉加工制成的食品呢，它都称为锅。潮汕人的祖先是公元2000到越冬，北方技术的食俗啊是由面食当锅品，但是南方不产小麦，只产大米，所以便开始用大米制作，这就是锅的来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知道火锅的皮是由什么制作的吗？答案选 A， 你答对了吗？